现在搁刚来干，就今天就盘了。我、哦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人。众所期待第二期后，今年炮火的主力是这个歌啊，进前有起来拍古代嘛，卖个不务正业，会当真正起来点火。好，做歌啊！哇，做歌啊，这个代志两秒两解决啦。可能嘛，做侪人会想要知影我是用啥物歌啊咧钓鱼好无？进前影片，这个，那我介绍过，我伫遮就不赘述啊。雷娜咧，这里啊嘛是一点停山做古话啊。Shimano Speed Master 速度大师，俗称黑蝎。梅雨季也未到啊，梅雨季进前四月份，等下给你大看剧。四月啊，都无落雨，所以代志嘛是出来顺看卖啦。你即卖吼，春天到啊，伊就准备要拍跑。好吧，伊就准备要交配啊嘛，再来边啊找一挂障碍区，雨水之欢，所以讲钓开的鱼啊，可能规只颜色很重，甚至规只会变乌色的。交配期的以后，伊是会换乌。好，欸，我讲到对啊，算啊，暴力远三号 B 线，前导线十二号卡翁，一好好，来看无，安尼啦哈，基本上的 MB 啦，就是咧看老五换气的让用 ，Buzzer。啊，然后钓鱼到恁讲用啥好啊？钓这吼，唔免讲上侪费啊，就是钓了钓啊，刺激个啊，我嘛唔知影讲钓有啊，人规冬个无出来钓，钓看麦。来四类，短枪打鸟。我知道一定红超高，唔敢加，这杀伤力都强的。哦，应该钓了吧？嘿，无呢？像迄种无，拄只钓到内底，迄无应该有。杀了杀了，小姐姐，咪一个边边那个扫一个，钓鱼虎边边角角而已，没什么美角。但是有边角，准备钓鱼，好，跟你来对，好，这看不好，这有结过吗？有啊，伊只石头鱼啊，来啊，无，无钓，测你到底出啊，靠，要笑呀。小狗，这贵级的小狗，比较软啊，狗狗啊，个破皮可以哦，我觉得可以，乱丢一门。哦，来啊来啊来啊，小虎，哎呦，造诣，这利用你的米诺盲剑客去教，会丢，你不是专门的专家这种吗？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就这哦，干，全部搞紧啊！哎呦，咪咪虎，拿来搞外卡边个只？哦，唔惊死啊死啊，四两百嘞！来，看我那个处理，我感觉这还有过去过。嘣！你别吵啦，你还惊掉啦？你鸟都唔是气候。来哦，我要认真来一发哦。水啊，爱加吧。根本就是钓古代吧。看，无呢？怎么这样？世事难预料，还是扁了。哎，空屋，几屋出租哦。哎呦，靠北落水就插口，给他过来拉来边边的口来底啊，拢拉过啊，晓？拉过啊，啊无效哦，你一定无用心。拉到手准备生死啊，你无用心。
哦，这只有粗无？规丛。规点。我钓规丛树啊了，哦，吓，伊这下断开，我拄啊直接食到。切，好，拄好这个蛋道真好，来。因到的树啊，当去用烤掉，伊啊，佮敢来加，蛮厉害。富贵险中求，看无鱼啊，无第一问就爱踹，就踹。咱看条件用这。上海区挖挖嘛是房产之王，尤其对于唔食草啊蛇鬼，哦，活灵活现。你看这物件是安那个房产的款，你看伊狗啊，排个较只偏好，会当避开沟道的状况。啊，鱼啊来加咧，伊身骨真软诶，摸了狗啊走出来，吼，就对伊啊，讲是安尼讲，吼，现实跟理想是有一段差距的。啊！我你看，我一个生卡，一个变成安尼超高卓国语，啊，目睭阁无用，你青眉。来哦，乌坑。哦。又过去了。那边呢？这个密信新厂，这两个刚来加，就真正就怕了。哇！哇！屌！你说刚来加？真的乌的呢？乌的呗！这个是不高大的。喂，热狗飞起来！你热狗爆缸啊！喂，热狗那飞来一下，阿伯热狗型阿伯。哦，叫开去，叫开去，我叫伊开去，要开嘞，不能手捏。吼，这个无看鱼，看阿只恶心啊！这唔是三叉骨，较比较恐怖。不要靠近我。比较比严肃，哟吼，哦，骨架，哥哥叫泰哥。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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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肯定没唱过了。我过来看，对啊，他说得把这只热狗，这只热狗真正是我一用再用，加到烂去，搞来搁搞，搞搁搞，唔知要搞多啊！你看这头破干了。这边头嘛是破干的，哎呦，目睭给咱呕出来。这只我看甲标胖了，烂糊糊啊。甲憨憨的是可以当用啊，炭烧口味的热狗，配加蒜头来食。障碍区有分软障碍跟重障碍，重障碍的话，我头前有讲热狗嘛，没有热狗的状态下有什么替代方案？其中是软蛙、滴水蛙，它没有像热狗那么高比重，所以它的致命缺点就是不好丢。等滴卡了，啪啦啪啦，它风阻又更大，又更难丢。所以丢这个的话，有个小诀窍就是加一个配重啊，嘎瓦当嘎嘎力刚刚喝坑的状态，这个很好买，而且很便宜。另外一种的也在大软鱼啦，怎么排的不重要，鸡翅狗唇、狗唇一雄，然后钩子配7080都可以，钩子出来的地方就是。至少要在中间或者后面一点点，不要太后面哦，太后面这部位的应用点啊，没配啦。中间往前呢，着锅率又不好，然后一样啦哈，配到你觉得好丢的状态了。好了，就先这样了，今天分享到此。卡过来水了，卡过来水了哟。OK， 右边呐哈，可以了哈。你搞我，你煞气带伤重啊啦，未准备就去遐叫，这鱼伤轻啊。我刚刚给我钓的，无我代志哦。我来啊来啊来啊！你快不？停啊停啊！这个啊，无钓！哥，你中弹哦！高了！你卡叫卡断去啊！你玩乱啊？不玩了！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！我等下把你疗伤，我先处理，我先处理。钓啊，搁钓啊，第二只。哦，这只鸡足歹，下口障碍。
我这阵啊，刚刚帮我录影，敢会出口的？哦，这只青。哦，干，弄白啊！剩一支卡，四卡嘛只，互你用一下啊。见六块呀，我好屌呀！我的笑死，叫我手机拍着。你要传我啊，哈哥。冲啊！你冲。会啦。哦，你也真衰啊！龙凤滚。慢着，我抓了，我抓了。来啦！就是安尼个救卡哦，安尼在我翕相啊未？还是你也未翕着？这只动作是你对的。哇哇！家己去。你对以后有奖有得了对啊？哎呦，啊你个用你的卡甲关嘞，水牢之术哦。各位，那你们看一下，是软蛙，而且是白卡的软蛙，爱剩一支卡尔嘛只呢？不是重点啦。安那，你不钓就袂爽诶。重点是叫伊拍着。哇！讲一下心得，叫趁机拍着，啥物感觉？即马搁你听，即马搁你听，是心疼还是肉咧疼？我来伤诶！真诶假啊？我买药有你食好无？有啥物药啊？铁骨公山啊！你这啥物蓝爬鱼食啊？卖啦！我先甲解膏啦，我好做大诶、欸，你透袂开啊？伊来有贯穿无？还是无？啊！你是要开嘴无？安尼你会用出征哦？为什么不尊重对手？我很尊重他，叫他开嘴啊！不然怎么罢工？嘛是啊，来啦，我用迄啦签字。这憨蛮家，你看伊卡个假条诶，你是不口香糖？口香糖你哇，各位你看，大家诶软网嘛是照食诶吼，一只三，慢，哦，你这鱼食起来卡一喷就六条，我来讲，哇，各位这只个愈肥。而且一点都爱唱歌咧。是软蛙钓鱼也是蛮好用的，只是它有点轻，不太好丢啊。这有你那个做秀的，可以的。一开始真钓好不好？我今仔我搁隔日搁叫我钓伊啊。毛哥，你硬变啊钓啊一只，你运用了啊，以后你钓袂钓的啦。啊像我变啊拢钓袂钓，我以后钓会钓。你用啊钓？对啊，要食白卡呀，白卡较歹去。伊看伊细卡钓伤，较好皮肤啊。我帮你服务，割出来好的标点给你钓。你用我的独角蛙，在独角蛙无介好割咯。来，咱来看一下独角的软蛙是啥物用心。哎呦，我真麻烦，看，还袂够。哦，哎呦，哎呢，独角软蛙，掰开。哇！我有钓，我有钓，哎，摆开桌子超强的啊！有真亮片。以后大家拢甲软我一支卡剪落掉。关一颗刹车，开一下门啊！我玉台伫咧徛咧，伫咧看。徛咧哦，伊个徛哦，那这厉害啊！伊个徛哦，搁伫遐咧自拍打卡着。来呀、啊，细只诶，伊狠狠冲过来呢，走到台南走到高雄，这距离。